赫夫在外围，我不断的做假动作 crossover， 进攻时间剩下五秒钟，再做一个假动作，硬是要往里面钻，海底捞月啊，像要加一台啊。我倒没想到，因为我不会打麻将，不会打麻将，我真的不会打麻将。因为太久没有投入到比赛的时候，哦，好球！哦，刘真的 nice pass 找到周国勋，哇，这个传球是像倒水桶一样，把水倒出来啊！下面，前面在台皮这边又很快的打过来，蒋云安做了一个假动作，忽然往篮底下 and one， 哇，蒋云安这个球非常聪明呢。哇，打球像泥鳅一样滑，这个吉田已经骗了对手，但突然来一个回马枪啊！所以可以看到蒋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做了两个判断，你看第一球停球，然后再做一个回马枪，再一个回头，完全骗了张雨林。陈杰恩，这个球再分过来，陈子威。再分过来，陈杰恩做了一个假动作之后，终结了受伤，巴斯比了，公园绝杀了玉龙，陈杰恩关键的时刻跳出来当英雄了，投进了一个巴斯比的。赫夫在篮底下 ，Oh my God！是要透过电视辅助判决。